哎呦我吃饱了。你点了这么一桌子菜，你又吃饱了？我吃了饭来的。吃了饭你来干嘛？那我也吃不下了，正好减肥呢。正好今天的都不长胖。这个呢？这是肉，只要光吃肉不吃碳水咱就不能胖。光吃肉就不胖？嗯。碳水吃碳水胖？嗯。那你这个碗里是什么？这个是粗粮，这也不胖。哦，粗粮也不胖。这个就更不胖了。这不是炸三样吗？炸三样，它是把油都滤掉了，就剩这么干巴肉了。这也能有热量才怪。行，那这个呢？它是熏烤的，嗯，也没过油。过油的也不胖，不过油的也不胖。过油的是油没了，这个是没过油。你吃一口，再不跟你出来吃饭了，真烦死了。这一个人吃什么饭呀？回家得了呗，你走吧。一个人吃饭一点胃口都没有，根本吃不下去。饭就得两个人一块吃。你跟上来说，确实没胃口。你吃饭的速度跟猪下食差不多。